次的校军背心特别的微小性感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它在侧边切的比较低，然后后背呢也有微小切进来的感觉。我没有穿着任何的内衣，我就是穿蛮性感的那一件的小可爱。好，偷偷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买这一件呢，你可以穿平口的小可爱，也可以穿妞儿身上这一件，我觉得完全可以包覆住。而且如果就算看到你也不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它侧边是这种微小性感的交叉后背。然后这一件呢，它的range非常的大，我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本身长度其实是正常衣长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它就这么弹，这么的舒服，孕妈咪都可以穿，就这么大，所以呢也不会大件，它就是这样，而且它的弹性太好了，它是冰冰凉凉的螺纹材质，所以呢这件为什么卖很好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凉爽、好看、便宜。你看黑色穿起来多好看，削肩该削的有，该遮住副乳的地方也有。腰也有做出来，长度还可以盖到屁股的一半，然后弹性真的是随便拉随便大，我觉得最有质感的颜色，看起来又是非常的昂贵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件从 S M L 菜楼都可以穿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搭这一套，我觉得就是变得很比较有女人味，然后感觉这个背心也是贵贵的，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哦。